我相逢即有缘，面带笑容结根缘，不是欢喜做不愿。每乡最近的所多亲好朋友早安快乐，这段时间是咱昨天必先讲连续提讲的节目，咱收音机声调频公布网89.3做的播出。今天天气呢变变啊呢吼，含混含混啊吼，啊但是呢吼安尼凉凉啊，啊伫这个拜六马仔啊是礼拜，大家拢了解啦吼啊，咱讲李顺良祖师是4月14圣修。花旦啊，所以咱讲拜咱的李祖师啦吼，李纯阳祖师的非常多，又是八仙，大家拢知影吼。啊，咱的李神祖吼，今日头底圣曲，咱的这个安排神宗啦吼，啊，这对曲来跟咱的道亲分享。除了必胜功呢，啊，有咱做提供这段时间，吼，啊，咱有这个香品的带动，和大家来结缘，然后就分享，嘛等于咱的助缘。啊，咱需要香品寄送，或者是讲，啊，咱平常时有咧介绍的，咱的道亲的需要，咱要结缘，直接打电话5916045，我关心道亲能给05感恩。间生尽仙人懂，仙人不懂天地成，不知飞燕向远空，立足在此成仙道啊，滴滴泉边济苍生，锦绣不断看轻松，世情不喧闹，为此照亮夜清静。山仙人洞，然后李洞宾传奇，听一段就好啊！吼，啊，咱有去过仙人洞，那嘛是有师姐啊在讲哦。
啊，这吼、哦，人讲啦，男女朋友的交往吼，上好讲卖去拜迄个李洞宾啦吼。诶，咁真正有安尼吗？吼、哦，啊拜了，咁真正会安怎？会分开还是会拆散？吼、哦，啊结果呢吼、哦，啊咱也阁是一个吼、哦，没有办法解答。还有很多人都是会这样想啦吼、哦。其实吼、哦，咱讲朋友对君，伊是甲咱结善缘，吼、哦，咱难得啦吼。哦有这个姻缘去嫁你顺良做事，咱最主要要爱的是担当，要爱的是伊，吼、哦，安怎来修炼，成为不生，吼、哦，啊，咱伫这个人间的姻缘呐，吼、哦，唔是讲啊拜你先做，啊，就会分开，有很多人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去解读是不对的，吼、哦。咱来讲进通道教来这里讲的这个拜你先做，吼、哦，这个听说的这个。情侣就根本这都不是吼、哦，咱讲正正式团来吼，这拢是雾昧吼。那么讲起来讲，李神祖，那有可能讲去玉观世音菩萨，吼、哦，有人讲哦，啊，李神祖三昧白波，但这种种这故事，这其实啦吼、哦，我们不要去想这些问题。咱刚才的讲的李神祖的精神啊，自古早以来多高吼、哦、啊，咱这讲的啊，最最拢是正道正理。啊，所以讲没有，哦，民间所传的，哦，讲个，哦，拜你先做，啊，都安奈安奈安奈，这拢是吼无正确的迄个想法啦吼、哦。所以咱即马呢吼、哦，要甲恁讲，咱既然呐，吼、哦，咱甲你先做来结这个缘，咱的道心爱宏大，吼、哦，要为道教争点气，吼、哦，那每一尊神仙都对于伊的历史背景正。正统的正道的思想观，和咱学习。所以咱讲，咱今日要学的，咱是要学啥？咱是要学神祖啊！吼、哦，伊安怎来成就？经由吼、哦，咱的习气成为大罗金身，咱是要学这呢吼。绝对唔是咧讲啊，拜什么神较有效啦吼，啊，就拜什么神较会保庇啦吼，啊，拜啥拜啥，咱是。咱是要好好的精神，绝对不是干那因为利害关系。哦，我们有什么利害关系，所以你想气。哦，啊，我因为利害关系，所以你干是要去追求，因为利害关系，你想得到，你才想要去。哦，去拜安尼，绝对安尼，这种的想法就绝对是唔对的啦吼。啊，咱啊讲对礼做呢，吼、哦，咱内底面咱有去研究的，当然是生活品内底，吼、哦、咱。不管讲咱看到的，吼、哦、是伊个过程修行的、修炼的，甲咱即马目前咱伫道顶咱伫拍的、咱伫拜的，即所有种种，我们都是要效法，吼、哦、伊的这个学道，吼、哦、精神才当懂天懂地。今日咱到在伫灵山洞府了，吼、哦，咱讲伫这个灵山洞府呢，吼、哦，唔只我都结成，吼、哦、真正的灵气。啊，真正灵气，咱个成为是八仙之一。吼、哦，今日今日，咱讲位居南疆玉清内上呢，你个看伊个这个啥功德力有偌大？哈、啊，功德力是非常大。所以咱个讲吼，普游对君是暖门温主之一呢。嘛，咱讲吼，我温之一，伫八仙之中呢，位居吼这个玉清内上，是咱道教顺良派始祖。都搞尊称顺良祖师，所以咱去个了解伊的历史背景，你就不会去怀疑他。你就不要去讲哦啊，人讲的这负面的这，你唔敢去拜啦吼，唔敢去接受李先祖，尤其是男女朋友做的是错的，吼，这拢是唔对的传说啦吼。那咱明仔哦，就是咱四月十四，也是咱李先祖吼，万寿无疆啊，咱。哦，天灵显圣宫嘞吼，嘛做这个三献啦吼，做这个祝寿大典。啊，伫咱慈林毕生宫的道经团，吼、哦，嘛是会到咱天灵显圣宫嘞吼，去做这个上经做课啦吼、哦。啊，所以咱伫咱这个吼先祖的圣诞，咱来感恩啦吼、哦。民间有这个吼、哦、八仙其中之一，这个传奇的，吼、哦、咱的李先祖。啊，我们在李先祖这里吼啊，报告来的报告里面吼、啊，就是歌颂李先祖的神威啦吼，歌颂的也慈悲吼啊，咱一般众生呢吼啊，咱读李先祖这里吼啊，这个经典
咱都会去看到伊历史，甲看到伊背景。吼、哦，伊是啥物时阵的人，还是安怎修行，还是安怎建构，是安怎？吼、哦，这内底就拢总有啊！吼、哦，啊，所以咱唔免搁再重复啦。咱只是知影讲明仔载是李作书的圣诞，那么后日是咱婚礼。哦、大圣书六房天上圣庙过路啦吼、哦，有需要面向做服务的免客气，咱现场有一线电话5966449，咱话当那个利用，利用就是要讲你有什么灵验的过境啊，要来互相交流，还是你需要有一寡问题，面向阿来甲你解答，还是讲你想要知影啥，哦，阿你会当伫这个电话内底，互面向了解一下。特别讲吼，我讲给恁听，啊，恁拢干那接收而已，但是没有吼你们的宝贵意见，咱会加一寡吼较生动的话题啦吼。来度假，咱的师姐咁要听最爱南海普陀山，等你们想大家的做安排啦吼。伫这呢，感谢大家对咱节目支持甲爱护，咱先来听一段朱辉。千秋临朝天来万里悠扬，恩泽广披大地神威，九星护驾度永年落水。修云定慧，然后我念慈悲。
只要六十岁，拢吼讲囡仔啦吼，为什么讲咱人爱一家子，一家子才有行为吼？人讲啊，老人就只一家子过。啊，那阿未六十岁，咱人讲啊，这囡仔呢啊，人有诶到八九十、八几啊吼。现在讲吼，老来子，老来子，九十几岁老爸老母要滴咧啦吼。啊，就是讲老是恁五六三。有时咱讲老，我们还在娱乐我们的老娘亲呢吼。再讲，食无六十岁，咱嘛搁是穿金啊。啊，咱某娘定会解脱真经，讲灵修者必脱的吼。像那讲灵修者必读的九阳阴六定坤全嘛，九阳阴六定坤全，人立日心阴日阴呐，两翼清扬欢乐国，安阳两翼。也翻天啦吼！这就是讲吼，咱呢食个六十岁嘛是要个，那母牛伫咱母牛来讲，伊是几啊万岁，咱这样算囡啊，灵苗精子，食个八个十岁嘛是讲咱是囡啊，吼啊所以讲，咱呢伫母牛定会解脱真经内底，伊先来甲咱讲九阳阴六定坤乾，就是咧讲到吼，咱讲。乾坤阴阳，就是你讲男女的意思。所以你讲九六九六，吼、哦，九阳阴六定坤乾，人立，人啊爱立这个字啦，吼、哦。你若不立这个字，免啊有法度呢吼。啊，叫无你们这个意念意愿啊，讲两亿青阳欢乐国，安阳两亿也翻天，就是、四亿，是安阳期跟青阳期啊，就多。吼、哦，多四个等于，即卖讲九二元零，九嘛是同款是阳嘛，二同款是阴嘛是叫坤乾，吼、哦，同款，依然同款。伫咱这世间呢，男男女女就是咧讲某娘啊，零啊囝，零二红女，依然爱个拍拼，爱个拍拼，吼、哦，咱这有法度呢吼，照着咱某娘啊这个心愿吼。哦所以有时咱讲人生啦吼，不管讲你活到几岁啦，吼听道理嘛是同款，听到老做到老行到老，咱才有法度伫咱这个人生中去完果啦吼。啊，讲完这个果是要哪完？咱定讲业，咱当时啊行会完。咱逐工咧讲话，逐工咧做，逐工咧做，很无一定讲吼。啊，咱当时咱甲迄、那个。吼、哦，够圆满啊！咱就是拢无欠，唔是安尼意思啦吼。今刚落者师兄问我讲，每张书者爱安怎行才叫做行完哈、啊？我讲世间吼、哦，只要是吼、哦，咱有一口气啦吼，咱就欠天地欠万物吼、哦，咱有滴讲食，有滴讲有滴讲使用，咱就是有稳的爱行吼、哦。啊，真个无可能讲咱拢无欠，那有可能无欠。咱欠天地，欠父母，欠万物，这拢是咱日常生活，咱爱甲用到的物件，哪有可能咱我都讲，哎，拢欠完啊，无啊，我拢无欠，无欠你就卖用卖食，安尼唔则叫做无欠。所以呢，咱为什么咱讲无时间，唔是无原因啦、啊、吼？有些人听你讲，咱今日个真正的原因没有掌握到时间生活，吼，你没有。把你的时间方向拿定了，你本来你就会没有时间。那人呢，拢讲挪不出时间，挪不出时间不是原因呐、啊，真正的原因是你袂去掌握时间，唔是无时间呐、啊、吼。那个心为吼、哦、一个人，咱今日要去把握这样代志，是唔是由你家己去瞧的？绝对唔是天地甲你斗相共的，是咱家己本身爱去夹迄个时间。挪出来，你的志向定下来，安尼你唔只有法度，二十四点钟的当中，你也够有法度淡薄时间去做你想要做的代志。所以咱讲圣贤之旅是真简单啦、啊、吼，叫咱讲啊爱想，为什么爱想？第二个讲啊善思深入，吼、哦，为什么讲啊善思而顺利？吼、哦，先要讲爱深入，人行思之前，爱善思而后行。吼、哦，咱今日呢讲老成持重。凡事必有精细完善的计划，就是像咱咧讲，时间要超会出来呀。吼、哦，咱比如安尼讲，咱定咧讲，阿、啊、我一世人无时间呐、啊，阿、啊、要创啥阿无时间，我即马目前拢无时间。真正原因，敢真正是你无时间，唔是，是你袂晓掌握时间，你袂晓甲安排时间，所以你生活就会乱了方寸，因为你挪不出时间。啊，你就感觉你规工在咧无闲啥吼。
所以咱心性的感觉，凡事必然要有精细完善的计划。吼、哦，咱所作所为会当完成，唔免错误，就是因为要有三思而后行，这就是成功的本嘛。对，咱爱过前后，唔才知影讲吼，因伫对。啊，所以咱难以顺利是顺在百名，是因为安怎？因为咱血气方刚的关系，或者是讲因为咱存着侥幸的心理，所以咱即嘛吼讲逞强斗胜，做事不三思而后行的人，你会招惹很多的祸害。啊，所以咱每一天呢吼，咱讲做事心情必三思，积贫易动，往多为啦，性贤名分应书记，以免错行会易敌啦。这就达纲呢，讲不精心何由得故了哈。来开讲，猛开讲啊！吼。咱那是，逐天有听一挂吼，啊，人咧讲啥物人拄到啥物代志啦吼，啊，咱就去批评啦，啊，迄个代志是因为安怎来发生诶啦吼，所以咱伫咧讲人有代志无代志吼，伫听来即个方面啦，咱拢爱去做一个评断，不是说吼啊空穴来风就把它当作是哇，这个代志毋知偌大条。咱有时啊吼，讲听一挂厝边隔壁一挂问题，咱就家己去警惕咱家己。大事会当化小事，就是咱家己卖去甲张扬。有时咱定吼，咱讲扬恶吼唔好啦，爱扬善啦。吼，就讲别人拄到一挂问题，口是是非，啊，这你也唔通去讲留。吼，啊嘛唔通过，搁再过讲重新提起，代志过就好啊，这就叫做好厝边啊吼。咱人住伫一个好的环境，住伫一个好的厝边，等于呢吼，咱会当修真侪口德。啊，咱今日跟来彼此啦吼，彼此，啊，你照顾我，我来照顾你，安尼呢是不是？大家呢伫这个吼环境当中，都会得到真好的真善美。啊，这个真善美是咱家己内在修行，是咱家己内在真正的光啦吼。啊，咱讲。照别人的话做不一定是对，啊，所以咱家己要有主张啦吼。伫这个吼，即马21世纪的时间呐，吼，咱大家捌字，啊，过来就是科技进步，咱要爱什么资讯拢有，吼，啊，咱若讲伫电视看到的啦，种种啦，会当予咱，予咱看，嘛会当予咱学，嘛会当予咱呢，吼，去改变呢。有足侪老师伫咧所在咧引导咱呐，所以咱讲讲道理。即卖呢，已经是会使讲是足透明的啦吼，只是讲来陪伴咱的道亲啊，一点钟的时间，老老静静来听吼，啊呐，老大人来听，听有少年人来听也感悟，啊，咱平常时啊讲的道理无深啦吼，啊，希望讲每年开辟这个喜节善念的节目啊，没想呢啊，伫这来陪伴咱每一天一点钟的时间，啊，咱来当个留存伫这个网络内底，啊，想要听这个点来听，有时啊讲暗时啦吼，甲听听咧感觉较好困，是因为咱心安理得啦吼，咱有照这个理理性咧行，咱有照这个道咧行，所以呢，咱无亏欠，咱个咧良知吼没有亏欠，没有亏损行为上的啊做些不对的事，咱自然都袂上。咱自然都袂挂碍，所以较早的人讲吼，啊，咱若卖做歹代志，都唔惊鬼弄门啦吼。这就是讲心安理得最好的方法。就咱加减嘛听一挂吼，先知识改变咱家己的思维，会当清净咱家己的心性，这是上重要的啦。来，师姐讲点播这块最爱南海普陀山，今晚没想给你做安排。来，咱来听这段《最爱南海普陀山》。最爱南海普陀山。
真水天，主公保佑救主是因是方世间一点地啊一点地现在就是听一段最爱南海普陀山，来咱就来听一段吼。虽然毕生讲连续提供的节目，咱伫新闻之声调频广播网89.3做了播出，咱有需要服务，虽然毕生讲的服务电话5916045。啊，拄则咱道歉咧讲，没想是这，你毋是讲农历的9月7日，虽然毕生讲要做这个福利传道。道教的传度啊，刚才在报名可以啦吼啊，咱那是有要做这个传度，那无论是咱一个联合，还是讲咱本身都已经是咧开疆界势啊，咱都咧做这个科技，咱爱肯定咱是吼，咱讲道教道的信奉是一定爱的，但是呢，讲正极吼啊，受禄还是讲造极，那就是必须要的了吼。啊，咱拢差不多三年吼，晋升一级，三年晋升一级啊，所以讲三年咱都会办一届这福利传道。啊，福利传道呢吼，啊，咱的费用是咱中华道教总会所定的。吼，咱讲报名，就是讲做传道的部分啦吼，初道的部分一。一位就是咱讲报名一个，吼，你要传度的，就是3600了吼。啊，咱有其他有够增加出来，咱吼都教会也宣布了吼。啊，咱要穿的衫裤是蓝色，哦，咱要家己买嘛会使，吼，庄子巾要家己买嘛会使，吼，啊，咱的银锣咱要家己买嘛会使，啊，是讲吼。啊，买好都教会款，伊就加甲你收一个几百块，吼、哦，一个衫裤啦，吼、哦，甲银瓦、甲装纸巾啦呢。啊，所以讲，等你先甲报名，先报名，就是讲先要互你传道。咱呢，可比讲咱即马开疆，啊，咱疆内底面有几个人，吼、哦，要参加，啊，你就甲做一个报名表。咱报名表，此天必胜公已经有了吼、哦，啊，已经有报名表，啊，咱就照安尼甲报名就会使。啊，恁一间厂内底，你有几个吼干部啦吼，啊，几个伫内底咧干服务诶，吼，啊，是讲内底面工作灯柱啦、灯芯啦吼，拢要做一做传度，吼，安尼呢，啊，传度应用，吼，梅香经会毛讲，道教应有的认知认识，为什么要有身份？咱人来世间出世，吼，都爱去登记户口，然后啊，所以讲要出国都爱个有 passport， 吼，咱同款，咱这个，吼。宗教也是要有一个什么认定然后啊，像咱讲佛教伊嘛是赶快来去做这个吼，咱讲皈依道教也是一样的，好道教传度也就是像我们一般说的皈依入门然后成为三清圣道五庙吼一地主，吼啊这就是叫做五行的身份，吼南天文师傅登录吼咱这个吼单台注册。单台注册是真重要，就是咱家己本身阿拜修学了后的一个身份，然后内底有一个度地，那个度地就是咱的咱哦入道的身份，同时是啥物时阵
吼、哦、所造造修的是什么款职务？啊，过来就讲咱初度是什么时阵，咱来参加这个传度，吼、哦，伊的年过，吼、哦，拢总有，吼、哦、啊，咱呢就定讲吼、哦，咱今日做。做一个国民嘛，就要有这个国民身份证啦吼。啊，咱今日有伫个吼，咱讲道中呢吼，啊，伫个做这参杂的工课，做这所谓吼，咱讲众生的工课，包括咱伫做吼戒法，啊，这拢是要有吼，咱讲身份职等啦吼，啊，这上天肯定的，上天肯定有这身份职等，那么才有都行事吼，咱这所有无形职务的工课，啊，所以咱讲。你有咧学，但是无开讲，会使传度无可以。啊，你已经开讲啊，但是你唔捌传度，你嘛爱传度，这就是叫做咱家己本身的这个啥。咱身为一个公务，咱一定要有这个啥入道的吼、哦，上天吼、哦、有好咱的这个身份啦吼。咱讲，无论你做的是啥物款的赞助的工课，总是都爱有执张啦吼。啊，虽然讲传度是。无形吼，甲、哦、咱认定的身份，然、哦、后啊，咱咧做的工课身份，包括着啥三清吼、哦，包括玉皇，包括三官，包括所有三界圣贤，伊咧认定你的身份，你今日咧做出来这所有的工课，不管讲你讲祭刷、阿刷、消灾、解灾、创啥，拢是凭着咱家己的身份甲法印，吼、哦，咱去做的这个工课，到底唔是做做拢都有神。吼、哦，人讲哎，我都神处理的，咱肉体嘛就要有行功，肉体嘛要得这个果啦吼、哦。所以讲，定落造集造修，或者是讲吼传度皈依，这都是吼、哦、咱讲最基础的啦吼、哦，这是最基础的啦吼，上、哦、基础的，咱们成为道教徒，吼、哦、为信众成为道教徒。然后，成为道教徒，要成为法师，成为高公，成为咱要做的这所谓工课，必然呐、啊，上天要有肯定啦、啊、吼。就像咱讲肯定，吼、哦，咱今日伫做的行这个技术，咱嘛爱咱家己的法印呐、啊，咱家己的印，吼、哦，爱个登在顶冠，以事负责啦、啊、吼、哦。这是公务，一定爱有诶。基本传度哈，基本进入道教的基本也一个范围啦吼。安尼呢，咱再袂讲吼，啊都顶管也无声音吼。啊，你要做这个工课啊，念一点音啊，印信是你的吼。你伫做的这个课，连你一点音啊都无，啊咱做做拢个放风吹，安尼嘛袂使啦吼。所以咱今日日咱要做啥物工课，拢爱有一个凭证啦吼。所以呢，传度是很重要。那这次呢，吼、哦，在中部慈仁毕生宫呢，要做这个福利传道，咱是属中部这边吼、哦。啊，咱来报名北部的、南部的来报名拢会使。啊，咱是农历九月初一这天啊做福利传道。啊，咱就当卡电话用传真报名拢会使的吼。来，以上这传度的信息，给咱的道亲讲一下哦。咱有真侪吼，啊，道亲啦，讲哦，足想要问呢，足想要问讲咱后边吼、哦、要做的是啥物哦，啊，足想要去问看有一个究竟无吼、哦，有些时候我还真很想说了吼、哦，所谓的你们在做的是什么，在修的是什么？哦，若真的是灵修的人，还会去试别人的功夫吗？哦，啊，要去问人讲会通啊，未通吗？这种不是咱应该爱做的代志。真正要处理性事的人，应该是非常清楚。哦，咱不是哦，去试别人哦，功夫欠嘛欠啦吼。啊，咱在处理代志的人，就是爱明明白白，哦，清清楚楚。吼、哦，如果那是无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干那是用迄、那个吼、哦、啊，迄、那个讲去
啊，倒一间讲起来，试看倒一个老师偌牛啦，伊甲讲了有准啊，无准啊吼，啊是讲伊甲讲了对啊，唔对啦。我看你这个老师讲了，我就爱来问别人来印证。啊，别人印证了，感觉讲嗯，这刚是事实，我嘛是爱过来问别人来印证。所以你一世人呢，你功夫起码趁你家己唔知，反正你都干那咧印证人讲的对啊，唔对安尼尔。那这样子的修行方法是。啊，要讲起来吼是很笼统，而且又不会进步啦吼。为什么笼统又不会进步？因为咱拢一直咧替别人的话吼去印证你对啊唔对，但是你家己呢无马上去了解你要的是什么。啊，了解你是要修啥，你家己要爱啥，啊，你今日要发愿的是啥，你要做的是啥，你家己完全没有一个主张啦吼，无主张。啊，你若无主张，咱逐工问的话拢是同款的话，然后坐落来所讲的话嘛是同款的话。啊，所以吼，有时阵呢，有时啊，咱讲回答到不知道要怎么样再回答下去，你才能够理解吼，灵修这两字到底是要从啥？所以咱唔是灵修吼，都甲迄个吼，甲迄个后壁这条甲规划伫个吼，一定你一定爱安怎修法？最主要是咱母娘甲咱讲的端正心性啊，搁一项了。你脑袋即数天命啊，你唔免安怎去装啊？心性绝对会对你的身躯边甲你调教，那是一定的。学习那是要，但是你那是真经济，你唔免弄啊，你唔免一世界去用。心性一定是你甲你甲你有直接的因缘关系，是要甲你来做一个天一个。有形一个无形的工作，因哪有可能放，把你放嘞，随在乎你去安尼去流，吼、哦，乎你随在你去流，流噶乎你讲会啊，安尼时机嘛过啊。咱人吼、哦，不管吼、哦、在做啥物代志，爱先乎家己知影讲，你到底发的愿是啥？你想要做的愿力伫对，是你爱先有先修啦，你无先修，你咩做？哦，这是独家。哦，咱的道亲敲电话，我每上次在，敢会使解答一下？咱灵修到底最后是会当从啥？灵修到底修完了以后要做什么？就做好事啊！好、哦，搁一样就是啥？咱去了解这个先天的道理，就是归元呐。搁一样就是啥？把咱家己的灵性、哦灵格提升，咱才袂去做这啥？咱才袂去因为吼、哦、在这个搁无好这个。这个灵缘磁场，佮甲咱带动咱佮一届轮回安尼尔。好，佮一样就是讲，你若佮神有缘，那么你的主绝对是会伫你身躯边甲你调教，无可能放互你吼一世界去找无答案。那安尼呢吼，你都唔是真正要来做这天命之树的工课，那么你都唔当往这一边去钻研，伊也不要往这一边去吼。咱讲了时间吼，佮再佮了金钱啦。啊，咱行到倒位嘛，爱开钱开收费，然后，所以没想也是甲咱的啊，顺下这讲，然后，如果真的你有疑问，吼、哦、啊，咱坐下来好好啊讲，好、哦，但是修法绝对一定要有啥啊，要有层次诶，不是马上，然后，你从第一个好、哦、开始认知，再提升到你了解了，你该要有这个法好、哦、方式。就是讲，你有这个方法甲方式，想要来安定，你要来做的工课，那么你才有第三步，好，不是第一步就跑到第三步来，安尼中呢，咱的中空呢，吼，基础不够，变成咱三心困扰，三心困扰了后，你就会把灵修当作是啥？当作是痛苦的代志啊，把灵修当作是压力啊。其实修来性，修心养性。咱绝对唔好甲当作讲，这个代志是足严重嘅代志。啊，你也甲当作是要互咱转化灵界，转化我们的哈轮回磁场。讲个简单就是，咱这世人生来过来世间轮回，为啥咱会歹命？咱会歹命，到身体到病痛，家庭未好势，咱要转变这个轮回磁场，就是要先改变咱的灵命，才先改变咱家己的这个灵嘅。因果甲身份要怎改变，就是先修嘛。先来讲，人会当修做神，这简单啦、啊。哦，妈祖婆伊嘛是安尼，吼、哦，伊发愿来世间了，先修神了，过来甲咱带。啊，就是要改变咱这个吼轮回因，要改变这个灵，这个灵的灵质去改变，改变轮回的因，
啊，所以讲吼，咱今日来世间来化艰苦，啊，咱想要爱佫较好，所以咱来要提升嘛。啊，咱要提升，不论嘛是安尼甲咱讲啊，人员经济要提升，就是要会当离开。咱讲痛苦，啊，这个苦是因为咱的因来做的嘛。啊，所以咱讲，无要是做善因，咱自然都袂佫有果头我来修。所以咱要修足咱的善良，要提升咱的人格。你个安尼单纯想就好啊，吼！单纯想，你就不会把修当作是一种吼压力，嘛袂个修当作是一种逼迫，嘛袂当袂个修当作是一种吼逼迫压迫你，已经逼死你一定要怎么做？咱只是啥？咱只是要转变下一届轮回，要转变下一届哦，下一次能够提升到。吼、哦，唔免伫这个吼、哦、啊，咱讲即马这个人间世界，咱感觉生老病死这四种的苦，我们要离开，所以我们要修，你安尼个修得好。啊，你若当替人服务好无，当然好。今日你若当替人服务，替人解决一挂问题，都、就是当然。你的人格比人较悬啊，都、就是顶个储备了，吼、哦、替母娘、替先生、甲众生。该依然啊！你就是在替先生效劳服务啊！你只要你有收到这个赞助，你就大胆放心去甲做，因为咱是咧行功，咱是咧立德，我们不是去害人，所以你免怀疑讲哦，啊，唔知真诶啊假诶，我拢接袂到，我都唔知真诶啊假。我讲真假都是在你的真心里面，然后你只是对人是有利的，不是害的，那你做的是真诶。你甲人印度的工作是正道正理，就是真诶。你无去吼，甲、哦、外力带咧世界浪浪费去开无应该开的钱，你就是对诶。那么呢，心情好，咱呢最主要伊就是啥，互咱正知正见正者正能量。那么咱自家甲传扬出去，不管你经济大经小经，在你的家庭，在你的。厝内底拢总是会当替母娘做工课，嘛会当替信佛，将你这个发音哦好的信息甲传达出去啦吼。没想呢认为啦吼，这是真一个真方便的法门啦，吼家家户户拢会当成就啦，家家户户家庭拢会当成为真好的道场，是因为你已经。哦、是母娘的代言人，你已经是圣母的代言人，你已经是菩萨的代言人，你在哪个地方你所说的话就是代表菩萨代表母娘，这样你就是啥，你就已经修到一个家、哦啊、你就可以怎样可以很方便、哦、去代替母娘出声，你说母娘茶雕的他有他的理不对，但是他没法度用嘴来讲，这个嘴就是代表啥？代表这些囡仔灵验经济，咱这所有的地主先受到伊的法，先受到伊的教育，然后父母娘照咱的嘴哦来演，照咱的嘴来说，照咱的嘴来读，安尼，咱是家家家庭拢总是当成为是一个真好的道场吗？啊，家家都是道场，家家都是菩萨，那么呢？家家户户拜母娘，家家户户拜菩萨，家家户户拢有当成就一个，哦，咱讲净土乐土，噶唔是咱母娘要爱的祥和世界吗？啊，所以咱不要把灵血、灵修、灵逼体的事情，好、哦、把它当作是一种障碍，跳不过去的哈。安、哦、尼呢，啊，咱只要明了解，自然的吼、哦，咱就会当顺，啊顺。缘就会来了，缘啊顺啊，发缘啊顺，那都是咱道气中存，每一个家庭拢总是母娘的道场啦，拢是母娘的分堂，都是母娘的道场，你讲是不是呢？我讲大家拢是人才啦吼，每一个人愿意做、愿意承受这个愿力，拢是好人才，是母娘的好灵啊，囝，母娘的好精子啦吼。来，这对妈祖。
做信客。昨天必胜宫的宫址是在婚姻馆大陂乡三吉村中陂十六至五十二号，今拜六啊，我们唔对，拍摄今拜五，然后嘛在拜六，明仔阴暗吼，咱有共修啦吼，啊，有要参加六方天上圣庙过路吼，啊，要去随乡的随阿姐，啊，如果咱也是讲啊，有暗时吼，然后礼拜六有要在慈莲毕生宫过夜的，好，要先告诉我们一下吼，到底有偌济人安尼，好，啊，咱啊，早时是五点四十分哦。就是礼拜迄天，礼拜早起五点四十爱报到哦，五点四十就爱到吼宫诶吼，就是集合好啊。然后呢吼啊，咱做伙整队吼，就因为这是大会有吼、哦、有定下来的时间呢，就透早吼礼拜透早诶五点四十分就定要挖紧六点迄个时阵，五点四十分就是要集合完毕哦。啊，所以讲哦，咱啊远路的应该是爱伫宫的困吼，啊较方便啦，免安尼走啦吼。啊，五点四十分就是爱报到。啊，咱有这个吼啊，帽啊啦吼，衫裤啦，咱穿哦吼，咱讲一致啊吼，一致。啊，所以有六帮妈呢吼，有这个衫裤，有帽啊吼啊，有这个吼，咱拢藏伫宫的嘛。咱来的时阵呢，每一个分布呢，吼啊，咱就出门就穿团体服。安尼比较较庄严，然后，所以今日直接甲恁报告吼，是咱礼拜四月十五都礼拜吼，透早五点四十分，就是一定爱整装完毕，吼，全部集合，吼，安尼呢吼，啊，咱准备吼，要伫咱兴武宫来做会，啊，来发炮。啊，所以这是一个咱云林县吼六方天上圣庙过路吼，诶，这种大圣事啦吼。啊，所以咱有要参与的，就即马就甲咱讲啊，咱吼、哦、准备者，我礼拜六供销先说大力讲的，还是讲啊，恁要来一定得爱遵守迄个时间，就是五点四十分，一定爱讲的集合完毕，好、哦，然后超过好做伙团队发跑出发安尼，好，直接安尼甲恁讲者吼。来，啊，咱有需要服务，免客气，慈莲毕生宫服务电话5916045。啊，咱若是有需要，香片的寄送、香烟款、速查、购买小盘香、普灵灯，或者是吼，增加的蜂胶牙膏、合力美，吼、哦，咱讲外面的啦吼，还是讲吼，咱的这个冲草王山高宝、金家人，吼、哦，不管是查某囡啊，吼、哦，中年人。老大人，吼、哦，也是讲对着咱这个吼、哦、身体五行，吼、哦，咱食了都袂歹，不管是吼、哦，咱拢甲摕来甲听炸身体，啊，就是讲吼、哦，咱的物件，吼、哦，啊，咱就早时甲食三粒啊，吼、哦，也是讲暗时早暗各两粒，也是要甲早时吼各三粒，都打开始食，啊，你食了你会感觉喏，精气神特好，吼、哦，啊，咱人啦吼、哦，啊，精气神然后较袂感冒，啊嘛较袂安怎。啊，特别安尼吼，安尼感觉呢，这里渡孤害水行，然后啊，就是好多东西要跟师兄师姐他们吼 啊分享一下，就是要了，哎、啊，让你知影讲啊，慈莲毕生宫有这里吼虫草王，好、啊，它真的很不错，啊，也有女性用的，啊，也有三高用的，好、啊，啊，咱哪只身体哪个啊，大家呢，人讲有健康的身体，唔只有幸福的家庭，唔只有幸福啊。有事业，咱若能好咧经啦，健康甲事业是健康甲钱，大家拢会经健康啦吼。因为钱毕竟有够开得好，但是无健康的身体，对咱来讲是一种啥？一种伤害，嘛一种悲哀啦吼。那以上这是虫草王的广告，也是咱慈莲毕生宫啊所结缘的物件吼，做一个广告啦吼。咱爹讲吼啊，世间是照咱大吼，咱过几年啊，反正又胖几年吼，啊胖几年，咱就变成是虚无缥缈啊。但是咱奋斗一世人，那个带不走一草一木，咱执着一生带不走一分，好、哦、什么都没有带走，因为咱嘛无讲公平啦吼，咱落来时阵咱嘛无炸半行落来，
吼、哦，啊，咱不等嘛，无差半行等，吼、哦，啊，所以讲金星无论是贵贱啦、贫富啦，总有一天呢，我们要走到最后的一步，到了那个时候回豁然回首，咱的这世人的形同啦、虚度啦，吼、哦，为什么讲形同虚度？咱即嘛吼，会逐天用心生活，吼、哦。安尼，这个是你真正要爱的。所以讲，三千繁华淡至刹那，百年之后不过是一捧黄沙。好、哦，这是咱瑜伽师姐哦，给我感觉讲这篇嘛是袂歹啦吼。我们要善待每一个人，因为咱无会死人啊。这世人真正有够底，有够底，有偌济人行过吼、哦、啊，无个多当甲你讲，这世人会真世人好啊歹啊，所以咱曾经走过，就剩下了曾经而已啦。这一辈子你走过，你就剩下了一个曾经。有多少人说好，有多少人说好，说好，有时候多少人说不好，吼、哦、啊，所以讲有个人明明是讲马仔，吼、哦、明天见哦，但是呢，吼、哦、哎一觉醒来，反正迄个明天见咱见无着，哎啊是安怎来安尼？因为咱人伫困梦当中，反正就安尼离开啊。所以趁咱即马活咧的时阵吼。有爱就要认真啦、啊、吼、哦、有好的我们就要吼、哦、人讲忍魂吼唔通放手啦吼、哦、要拥抱的时候就要拥抱吼、哦、要牵手的时候就不要放手啦吼、哦、好好的珍惜身边的人吼、哦、啊每一个人呢吼、哦、互相理解才是真正的感情啦吼、哦、所以咱这世人留落来应该是好的印象绝对唔是吼、哦、不好的遗憾啦吼、哦啊，所以人来世间无多一个外巧，无多一个外功，然后原因就是啥？原因就是讲，我们来有利的时候，好、哦、跟你有相应的时候，那就是你跟他的缘分，然、哦、后啊，所以讲人脉小巧，反正来世间就是安尼，你跟我拢同款啦，有来都一定要有去，来回自如啦吼。哦来今日节目呢吼，阿咱都伫遮时间到啊，伫遮祝福大家吉祥平安以外，嘛祈求咱母娘慈悲啦吼，啊福星无量，祝福大家家庭美满，出门在外身体健康啦吼，啊会当安尼吼，咱讲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来厝诶，这是予咱两语平安的祝福啦吼，伫遮祝福大家。咱期待着明仔载喜结善缘，咱这个空中功德善缘再见，拜拜。